圣德高僧们的重要答复。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。农历正月二十，第二十道答案。金刚丸虽然很小，但是丸的内部是金刚坛场，而内密本尊会进入这个坛场神变出相。金刚丸的外形有两种，为坚硬体，如豌豆或如绿豆大小的体积，表皮为红色，另有一种红色上有一小白点。本尊进入金刚丸坛场后，由于金刚丸上用甘露点了一颗白点，犹如背上贴了一个白色标志，这是便于他在跳锅庄舞或者跳冰上体操舞时，受惯弟子容易看到他转身、旋转、前进、后退、转弯、快速、漫游等动作，看到白点突然消失、突然显出、长大缩小，乃至神变金刚之下。金刚丸打碎内部是白色的，分发给受惯弟子时，吞服在口中是异香甜味。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代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。2018年3月7日。